어이, 아까. 아까. 이야. 快上来. 不行，我起不来。 不要，我去挑二三哥好了。我觉得中间这个有点难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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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队友的完美防御挡住，快快快去救！阿屁，阿丁，那个天天要重叠，可以想。我是卡丁子，他丁我都不能救。哇，这个一次两个。什么？啊，我死了。大丁子，对对对。还有这子弹。啊！对。我起不来，没办法，被重击一下。哎呦，被箱子砸到了。哎，好亏。啊 ！Please wait！ 哎，好啊，剩一个，完了完了，剩我一个。他刚刚怎么那个噔的声音好像那个马里奥？嗯，没事没事没事。砥砺砥砺啊，没了。啊、哦，一个连的书直接没了。没有砥砺。我觉得其他还好，这个泡水的比较难。你骂救人？呢？啊，私の予想通りだったし。看起来没有、啊。他第一次丢的那个格子比想象中的大哎、欸。不能不能按满跳，你要稍微小一点跳。按满跳好像会中到他脚。哎呦！哇，速点！哦，按三下，然后跳空可以继续接。哦，这个没有办法。对，不太会看他什么都会躲。这起不来、欸！哎呦，这震到还好，震到那个比较近的。不错不错，哎呦，哎、欸，哎呦，我要接空连变成，因为他那个红机跳跳变成跳起来，哎呦，又被断招，被揍成，揍成智障，根本无法治愈。但变成小跳是可以的。嗯，它有时候会有那个格子比较大的，
像这个是格子比较小，就在那一只脚边缘，有点像那个洛克人的那个弓箭边缘那种那种感觉。哎呦！哎呦！哎，我没有气。这样子，屁呀、啊！屁啦！丢两个也太过分了吧！啊！我站不起来。啊！是两个感觉这样又冲跳，要冲刺小跳。这个应该站在那个。靠远远观的时候，然后跳下去。这好像是固定左右左右而已。固定吗？嗯，好像是固定的。つぶしてやる。他好，他刚刚直接闪开。哇，我没气接了。你都没有在用气招哎、欸！我觉得这款的必杀其实还好，很好。哇！他是追着我们两个，没有，就追着你而已。好、哦，我们两个在，我们两个目标互换吧，然后我们两个跳一起，然后再自己然后再打我。不要干预，他是可以抓的哦，你有把他抓起来，然后没打到。我没有追到，活着比较重要。背后打架，背后可以直接这个释放。防御只能防正面。啊、抱歉。没事没事。哎呦！哎呦！哦，起身有跳、哎、跳起跳我这边跳不了。不知道。为什么要跳呢？我不知道。阿丢，这个我是全神贯注盯着我自己脚的站地板，地板上没有涂胶，我就没有任何动作，我就不做任何反应。地板上有准星，我才会动。二阶二阶，哇，这是远的、左右左右，来验证一下我说的对不对？没有哎、欸，好吧，完了，错，看错，
屁呀、啊！我没了。看你们有颜值不好跳。我觉得是有点难耶，这真的有点难。这么颜值，所以我可以很精准的拉那个。这什么？这招没看过，完了，完了。应该曲直跳就可以躲得过吧？哇，这个是那个地狱火龙 LF 2强化版。啊，滴滴滴滴滴滴滴。这个攻击范围也太大了吧？防御呢？不行，防御应该是不行。这里面应该是防御不行。啊，躲他垂直面，就是他在哪里，然后再躲他上面或下面。你可以用那个下踢了，那连灯应该不会再干扰到别人。哦，你说直接躲他垂直的地方？对，哇，哦，直接三角跳也可以。啊，不行，那个高度还是有点高。啊，死掉了！看这个，这冲刺拳太痛了吧，直接打两格。可以，应该是可以防，可以防一些。ね？私の予想通りだったっしょ。好啦，差不多了，就是那个跳的有点麻烦，就是了。跳那个有颜值，我真的害怕了。哎呦！这个颜值最后面还是15了。一记好，我按错了。对不起，蓝车。打排球，真正的排球球。等等。哎，怎么是远的？远的。但他要过去吗？你不行，要跑跳。跑腰啊！我可以。我没延迟，说我来拉大都是来得及。你们可能要抓枪的手感。我抓到，我抓到了。啊！没接到。啊！没接好。啊！这边。嗯，你错了。要几个你，要几个你，好棒哦！不讲武德，直接通脸。打排球，当球。哦，还要你赖床了。这贴墙就没办法，没办法队友吧。贴墙没办法。我路过而已，像你要。还好我拉掉，我又反应过来。啊，非队友是的。记得就小跳就好。最大的死因落水。落水是扣球。啊。没了，好没，好腰，还错。现在他那个挣扎都可以，可以这样去抓他的，他刚落地的时候。哦。哎，如果他蓄力，我们蓄力会长什么样子？我会被打飞。不接好啊，我没有办法，来不及。我已经死了。咦，有漂亮，妹子。好，啊，抱歉，通过了，来不及发出。我输。
哎，进了进了，可以。好像都水肿了，几滴水了。没有啊，好像要预先跳中间那个位置。哎，有心，要不然不好处理。哎，发错距离。大都没拉回来，反正不能冲跳干，冲跳我拉车拉不回来。我输了，别提绝命。可以躲他锤子面，他在哪里蓄势躲他锤子？哦、oh, ，nice！ 要冲，没防到啊！我按防了，感觉就是要冲打了。我有按，读到了。我有按，还是知道是不能防的。没有，知道可以防。知道可以防。呢？我真的有按。予想通りだったし。潰してやる。没接到，看到，没接好，你呀，多贪了一下，被他起身素脸了。哦、他是每换一个血量就到下一阶段。远的。感觉要怎么跳啊？完了。出口跳拉，要往回拉。拉了点点就要看你们颜值多大，我没办法，没办法。怕口是。没事。大概抓到几分？颜值有点主角，有我抓到太子，不打我没关系，可以接他一套直接进来吗？哎呀，好，你要不要站过来一点？我在玩 RN 的话，用 RN 的单中单，蛮简单。他跳也不用按板，跳按板反而会撞到油门。抓他，没抓到，没事。没有死掉了。我想说啊，哇，这几次又不会倒。我倒了，倒了。屁呀！快！你进的。有救到！有那么救到？还好有救到。啊水人，你这没办法、啊。
来不及。这样可以哦。小心他冲打了。主要是因为落水的问题，还有连线问题。爆掉了吗？他会骗你。叮。好亮！对，你有反应过来，真的。不要去了。定的，交给你了。这是双的，一个是两。他丢两个油桶很难躲。反正再不行，我们就回去买水。啊！要回去吗？要回去买水了吗？那你们呢？有钱买水吗？对，我们还有钱吗？我们再一次。这个有 TK， 有玩家 TK。ね？私の予想通りだったっしょ。没有没有，我们还没有满血。太好笑了。潰してやる。破产啦，也不用买啦。要买补再进来，还要出去农，要出去农打鱼。屁呀，我们就挡。哇，冲过头。大家都会接的，没问题的。不要去帮我换个血好了，我觉得我底下要完蛋了。哎，没有，要完蛋了，谢谢各位。不行，太慢了，不是远。去了，这么早下去不会有事哦。可是我有事啊。我干，都是我。你出去了。他这个就可以。哦。他可以挖地瓜，我是。可以挖地瓜，可以。来种植蓄力可以挖地瓜。哎，就是有点顺，可以顺到第三局。定的，而是二连捅，二连捅就难跳。可不可以用那个啊？可不可以这样子？不行。好，你要复活。我想要跳，我想要踢墙。踢不到吧？冲跳才踢到。你要远的，远的。我刚刚冲跳了，但是还是踢不到。太远。就没办法。就没办法。你这墙不给你跳。我觉得。比起被油桶砸到油桶三滴血，还不如跳水。不如跳水。我的墙嘞，我踩不到墙。那应该有一定的高度，那个墙。可以呢。
我觉得可以再挑战一次，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重点就是接那么多次也没钱啊，你要出去买水还要浓钱。ね、嗯、对啊。私の予想通りだったっしょ。体力补充水分。してやる。漂亮。哎，我被吸过去了，什么鬼？他没接好。没有，下一阶段了。远的，紧压不能跳，那个墙壁不能跳。嗯。好，补充水分。靠背这个有伤害。然后抓第一次就没抓到。啊，抱歉，没事，没切，接错方向。好像不用补，他直接破防。我没有破防。这打不到了。嗯，还是一颗。他锁血。他没有二。对。可以再狙击，摔技可以狙击。看角色吧，但 Q 火的背面就只能打一下，这边可以，这边可以连 A。没有，已经打不到了。远的哇，对，是二连桶，二连桶才是重点。那不行，一定要先跳中间，好酷哦。对，一定要先跳中间。他、哎啊、下一个直接出那个旁边的就尴尬了。啊！没了，我没救了，不要理我，不要理我。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还有一下，别人看这么到追星、啊，结束了。没有。没事没事，来了，靠北，赶错方向，小心。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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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快点，快上去，快上去，前面。欸、啊，跳不上去！没有，那个好像梯图显示为了靠背，我在下面嘞、欸，好酷哦！
完了，觉得快了，我也觉得快了，快了快了，有第三阶的感觉。ね、私の予想通りだったっしょ。潰してやる。漂亮。华丽。太早。下阶段。容易喽。单筒应该就还好。嗯，单筒都没事，双筒比较有问题。大家都会掉。屁的！这我帮不了。私はこいつらを殺す。抱歉，你是太近了。这可以躲掉，是不是？拍击拍击啊，叉叉！他是半条血都固定会再开一次，嗯，对，半条血固定开一次。漂亮漂亮，熟悉。这是三阶。嗯，不近不远。站中间，两颗的。对哦，站中间，站中间。还不。稳定姐，我另外一边，屁呀，另外一边，怎么都中？哎，怎么连续两次？不继续，连续开两次是哪招？欸、先把我打死，先把我打死。来来来，过去你那。哎、欸，阿米、啊，没有救活我。啊！算了，你还是凉透了吧。啊！我操啊！你醒来哦。要办了，再打一拳可能就办了。哎呦，赖床赖床！哇，没了没了，先救先救！不要跳！特色包，跳跳跳！啊！
进那个了。你们不要救我了，救不起来了，救不起来了，救不起来了。可以可以可以。啊，没了，没了，救不到了。不行啊，不想打输了，不行。太哭了。OK， 我觉得可以。刚刚一个箱子。我觉得有希望了，我们第三阶段有感觉了，可以，我觉得可以了，这一次一定过。真的，对，我也没了，对，一定过，一定过。被拔了。哎呦！哇，他空冲，空对起。哎，没事没事，你吓到我。小滑一下，生命共同体。哎，这怎么是我？倒是慢点，不要延迟。哦，我的出拳很慢，没有办法那样，没有办法像你们那样子。你有早点，空点应该是中间、你要早点按，对。我操！哈哈哈哈快上来呀、没事没事没事。有没有先读？先读就没事了。他是会瞄人比较多的地方。没有单筒一定是瞄人的。他实在蛮痛。我真的没有办法出拳，我的叉很慢。叉，按快一点。来不及，我没反应过来。三滴，三滴。远的，中间，中间。你早了啊！啊！我可恶！我们好像有点自作聪明。他直接几个大你，他不给抓哎、欸！贱人！重疾病好痛。Nice nice nice，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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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他没了，手写了。汉哥还会走，你不麻烦的。最后一次，最后一个油桶。远的，好烦。又贴图图成错误，靠背。这个不能躺哎，躺而已。对，不能赖床。哇，好难哦，语言词真的很难玩。ね、私の予想通りだったっしょ。我觉得赖床如果可以无敌的话，那也是一个好主意，你知道吗？可是没有，没有无敌。对，可惜了。他只是对没挖地瓜判定的招打不到你。
哎呀，太慢了。是不是没接好？把他打死还没接好。来不及揍他，被三连射。还有第三下没伤害啊。哎，没有哎，但可是运气喽。没有啊，就是锁定人的位置，对，随机抽取。你抓到？屁！没提到。下加重我就蛮莫名其妙，应该是上加重比较正常。因为上加重还有另外一个打高的。有的熟悉的熟悉的。绝对没办法，我都觉得不行哎、欸。第三段感觉一定要用冲跳，冲小跳然后刹车。对你用小跳也不行，用那个走跳也不行。对，因为最惨的情况是你要从最左到最右，你用普通跳已经来不及。挖地瓜你应该可以揍两下。哎呀！啊，按住了，等一下按住才对。准备啊！再打一下，等一下就休息，等一下休息。我打，我要被揍三下，哭啊！你们两下而已，两下而已。起飞。还可以上街哦，太猛了吧！他得死掉问题。我也不知道，他那个连击判定好像有点奇怪。不是按两下就接重击，还是被他躲掉？走了，半条。晕了。
靠北，我没有，我的冲刺没安全，我没出来。没事，你没有摔到水里，没有二度伤害。哎、欸，对不起。啊，这东西不能防御。没按到，好像是。干，没了，不是。完了，就是这个。靠你的烟迷子血量最多。是固定的吗？不是固定的，好像蛮随机的。还挺好反应。别再往下跳回中间。有。哎呦！有！我第三阶不能抓，还想要抓他。我、哦、靠！一样太站太近了。好。我、啊、如果贴上边的话，记得要放掉左或右，因为你贴的上边按左或右，它会往人物会往下走。啊，对，真的。尤其他这个，他的其实这个梯形，他不是什么方向，他其实是个梯形。不是啊。很明显是个梯形啊。快救快救！他在看我，好，我救。啊，不行，没接到。哎，我救！太那个了，真的可以。一半哦，一半。哎、欸，干对了啊！没事。近的，不是还是要冲跳？近的我们反而抓不起来，干。这个要提早抓，好难啊、哦！好难啊！下去了，好难，反而难。两个近的反而难。对，真的。RNG 好烂。呢？啊，但是呢，有速度。再来一个远的。请这一边。请这一边。这边。潰してやる。一起完成上上或下下怎么办？嗯，我被吸过去了。按角度是不是也飞出去都飞比较慢？嗯，好像是的。太重了啊！你有镰刀就算了，你干嘛还没镰刀？不要飞！那男角好像动作都慢慢拍了，不知道攻击目比较强。感觉没有。啊！我是。啊！こいつらを殺す。没事。你要有事，快调过来。
是王真强的呀，这王真真的，应该说这个跳水机制比较麻烦。啊，接不到，失败了。中，远的，两个两个，两个，可是还要面对两个，救，没救，没救。对，我都忘记了。我气！哎，我以为要二阶段了，没事没事，擦一下。不错。还没吗？你怎么不继续打他？来了来了，谴责 FN， 你在等这个对不对？对，我在等这个。又谴责成功，再来就是技术的时候了。对，再来就技术的时候。啊！没了，是你了。我猜错了。我要靠耶鲁。我们第一次全部群英过关，第二次没有，怎么玩？他加入我方之后，他会落几倍呢？私の予想通りだったし。没有，只要没有那个油桶跟场地，他就是落的很多了，我觉得。哼。潰してやる。水没吃好，我给你的啊！我给你处理。我想说怎么打不到，原来下一阶段。他是女角，没错。真的，啊！我只是帮你补正切，没事没事。啊，多补一下。啊屁呀、啊、屁呀、啊！这金砖怪打我耶！靠呗啊！还想打到？好像连打连打那个跳跃镜可以快速起身。
面的颜值也抓不到。我被吸过去了。哇！大招被他中。小柳状况，小柳是回正了。准备了，我的手了，手了。得分，给得分。A 边不限零 ，A 边有还钱。哎，不，但刹不住了，会掉下去。不行，刹不住。因为两个油桶，不行啊，转的很难啊。感觉完全刹不住啊，这要怎么躲？感觉是要提早跳吧，提早用普通跳，这么机会。应该要提早很多。我觉得还是 FM 还钱好了。私の予想通りだったっしょ。但有点微妙欸，一个游戏要过关还要靠赛，还要赛两次。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难度的关系。或者是他其实设计是让你带补品，带补品硬 A 过去吗？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我觉得正常的人不应该这样做。这没门神，好我。啊！我操！没伤害，为什么？来喽！走了，走了，走了。一个单剑冲，真的觉得行先冲很难看，黑夜和雾树。拉下一个动作。啊！对不起。没事没事。差不多了，再一个动作就差不多。我要说。我来不及按 Double Fish。 提早起跳应该是有机会。没事没事，打到他就好，真懂我，血还很多。哎呦，我会撞到墙哎、欸！按错了，哇，按下面的到了。他的攻击会吸人哎、欸，这个，再一次他就要补阵了。准备分，准备分，有 F 的血灵，给，没事没事。我至少还有救。壊してやる。哎呦！啊屁呀屁呀屁呀！
阿爸馒头就完了，我是不是要死了？被你死了，你啊，救不了你，救不了你！啊啊！爸爸，没关系，不要救了。我居然还在醒。完了，我来不及了，靠你了。太难了，转的真是很麻烦，就是我现在站左侧，如果要是要用要往右就是重跳，往左就不用。靠你了，最后一个，不要受伤。哎、欸啊欸，是不是？他怎么没有冲？他不是开场会冲吗？我要等他冲，他就直接上来揍了。最后一段不会上来直接冲吗？不知道，不知道，可能是 RNG。我们每次都是这个油桶，这个阶段的油桶、欸、然后我们就死光了。大概有点概念。第三阶段短的要怎么办？我不知道。大概有点概念。就跟我一样站边边，如果是近的就小跳，如果是远的就大风。个屁啊！范围这么远就冲出来。他会吸人，这个风会吸人。反正看不到，被翻他吸，就赶快按跳就对了。赶快用你的空中技能把他击飞，完全就是在练反应。你们哎，可以继续打，我帮你破防了。哎呦，哎，那个，哎呦，来了，哎，我怎么没有闪开？像臭皮鱼呢，可以这样跳這樣、哦、我刚刚在想说可不可以这样跳，太难了，好方法，耐心。可是你如果遇到中间就右边的那个站边边，右站边边原地起跳就好，原来这么简单的吗？你都想太多了。我刚刚在想可不可以这样，这一直的发奖不错，不停的突破。哇！直接后撤跳，然后直接跳到我脸上。打我！等一下，等一下！啊！救我！我死了，死了！你要快点！三三，谴责一飞！不用谴责啦，我们不是有金解法吗？是。站最边边，然后原地起跳就好。开啊！我跳圈吗？可以耶，真嘛可以。我跳吗？延迟会让我有点算不准。其实可以耶，这好像行不行？那个好像有这个节奏有点像。你看它变红就要起跳啊！你要抓变红的时候就马上跳。变红，小心。啊，没事没事没事。
一边打人一边救人。起身起身起身！哎，完了完了，左右连元跳，看到变红就要跳，啊，延迟你要自己算。嗯。哎、欸、哎、欸，他怎么累格一下靠背、啊？第一个会累格，第一个会累格。那、啊、我死掉了。啊、哦，我觉得可能别人跳到选右边那个。哇！就是最右边那个。这个要练一下。对啊，这个要练一下。但是我们有新突破了。对，我们有新突破了。至少不用在那边抓那个超难用的冲跳。超难控。啊、ね、私の予想通りだったっしょ。潰してやる。烤腰。抱歉。哎呦，哇操，这么厉害！他看破我的看破。抱歉，按错。没事没事没事，他再打这一下这一下。啊！飞出没出到，得得得！我们先用前面的练习。那种那个节奏，他第一下特别慢。你那个太里面。哎呀，我没按到。大概知道了。啊？啊這個、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哈！Nice。走开，走开，走。没事，没事。没救了，不要救了！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箱子挡到还行。我还是要不要看那个准心，拉动作。看他丢的动作，不要看准心。准心的音效反而不错。等一下，我有点好奇一件事情，等一下我再试一次。哇，没听到。可以可以，再一下。我懂。哦，你跳起来靠腰。右边是比较好走，右边距离比较远。哇，吓死我。飞路。看动作。哦哇、啊，太早了，第一发都太早。嗯，对，第一发会那个。哎，你会发现那个油桶有丢油桶的那个油桶差、欸，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他哥丢在那个位置，好像也会有差。没有。安能烈士。小心！还真是看不下去。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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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根本就下去，为什么没有动？哎，我没有动，我没有动方向哎、欸，但也可以下去，莫名其妙。他不会，他不会冲，他不会冲，不会冲。把他接死！哇，拆一下！哇啊，漂亮漂亮！阿萨卡，我们要结束这一个 boss 了。嗯，要结束了。哦！最后是靠主场优势零延时结果，我们打他打多久？对，哭哭。哦，我觉得他的脸跟我们的脸有得比。终于过了。バラバラに逃げるぞ。あたしがこの手でバラバラにしてやろうか。我们找到那个变过法的过了。マリアン、マリアンケリーだよ。前の雰囲気に戻ってんね。ああ、どうも。あのヤクザたちに催眠術何かをかけられてたみたいだ。ケリー入れまくっちゃってごめんね。気にしなくていい。最好是。そのおかげで正気に戻れたみたいだ。それに、我们被打成狗。多少の攻撃なら受け止められる。その腹筋だしね。どうやって捕まったのか覚えてる？まだ記憶がぼんやりしてるから。なら最初から思い出してみるとか。でもあんまり遡りすぎないでよ。回想シーンにあんまりいい思い出ないんだよね。リバーシティには数年前。这个是双截龙吧？他们的服装。名前はビリー・リーとジミー・リー。兄弟なの？私でも見分けがつかないことがある。对啊，他们是那个吧？对啊，对。イケてる。是比利跟酱。二人はバカみたいな冒険ばっかりしてた。古いお寺で忍者と戦ったり、地下施設でロボットと戦ったり。这个是大型联动是吗？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反而就是会串来串去这样。啊。待って待って待ち続けて。哎，所以这个是那个、哦，这个是当初被抓走的那个女角。もううんざり。设定有改了是不是？自分の身は自分で守ることにしたんだ。やるじゃん。かっこいい。助けるやつもいなくなって、二人は冒険に飽きていった。それで武術を広めるためにリバーシティに道場を建てたんだ。知ってるやつらじゃん。でも私の冒険は。嗯，是道场那个两个兄弟吗？是啊，是啊，就是主角啊，放给人的主角。本当にね。最後に覚えてるのは。怪奇現象みたいな怪しい事件を追ってフラットアイアンズに行ったんだ。階段でも始まるわけ？やだやだ聞きたくない。やっと黒幕を突き止められそうになった時、我去装水。急にめまいがして、それから目の前が真っ暗になったんだ。で、気がついた時にはあんたたちに頭を蹴られてたってわけ。うん、ごめんなさい。いいって。ボコボコに殴ってくれてなきゃ、催眠術みたいなのは解けてなかっただろうし。怪しい事件を追ってたんだっけ？ああ。森で意識を失う直前、何か邪悪な気配がしたんだ。なんで邪悪ってわかるの？催眠術かけてるようなやつが優しいわけないじゃん。そうかな。今はフラットアイアンズに戻って。私を操ってた奴を見つけ出してボコボコにしてやりたいよ。じゃあ一緒に行かない？私たち町を救おうとしてるとこなの。でゲームいっぱい買う。それはついでだから。別にいいけど、私について来られる？頑張る。じゃあ決まり。よろしくね。啊，那他等级是从一等开始。三，等下回去看一下好了。还有分到这个经验，应该会吧？应该是会吧。何ここ怖すぎない？帰ろうよ。ダメ。マリアに魔法かけたやつを見つけないと。家のパソコンで調べるとかじゃダメなの？パソコンあんの？ない。ほら見ろ。Ha ha!
那现在去哪？我不知道，看一下好了。这边有公车站，要先回去买个东西之类的嘛，买个招式啊之类的。你有钱吗？哎、欸，我们也有钱。刚看我两百多。好啊，那先公车站好了。嗯？被卡了。好、啊，你按到了。那绝要换女爵吗？居然是晚上啊！还有那个日夜之分的。入って俺と戦うんだ。俯冲踢、倒立踢，哦，这是原地的那个。这个怎么现在要四百？好贵哦。没有啊，一代就四百了。一代就是，它是有点，那是无敌技。哦，是哦。嗯，对。すげえぞ！天哪！我想要买那个升龙拳，不知道那个升龙拳要多少，忘记了。这是抓技的，抓技哦！现在抓技都可以接东西，我买一个抓技好了。抓技是给的，他要三百，不够。蓝图哎、欸，跳跃连拳，地面的啊，聊天地。我记得那个毛巾可以拉人回来。这样的话，200+40，240够。这样 ，OK。世界を打ちのめ世界。看一下指令表，哎，是我们还没有那个跳跃的那个吗？有了吧？哦，有了有了有了。插肩插之后，哎，也就是你轻攻击中按跳就对了。哦，好。地面纹 ，A B 不对 ，A 按完，然后 B Y。BY 这个哦、oh, 好好我也看一下哦、oh. 看看看我空中可以接什么走两下，嗯，只有两下而已。好，哦、
闭眼。那个车是有那个钱跑出来、啊？不知道哎、欸，我刚刚其实就一直很想坐看看那个车。OK， 好，我四招四好了。好 ，Go！ 要先回你家一趟吗？你现在没有血。对啊，这里吧，这里啊，是这样。哪里啊？没有，其实我们家很远。啊，好远哦。你自己有个补血包，要不要住先自己取了？还是说等一下坐车直接那个？吃吃吃 ，Go Go！哎呀哎呀，这个是热血少女二，二代二代。完了，有人没走了。没有，你的没有抢。哦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错人了，直接抓到你！怎么会这样？还是回家一趟好了。哎，在哪里啊？哎，这边的上面。啊！二蛋出去，上往上，右边上面，右边上面，右边上面。哎 ，OK。然后带两个小弟出去。被打就可以瘦身。练血，反正拿来被打的。嗯。是新角吗？你可以试啊。好啊，我试。我等级多少？对，不知道他等级多少。七的。你不是有850块？你要去买技能？你可以去买技能。没有那个吧？没有技能。对，要买技能。这个。应该还是可以用以前的解法吧。这样的话，我要这个，应该是吧？有些级别判定跟那之前不太一样。说的也是，反正等下车子又要再回那边。嗯嗯，怎么了？人体又比较好用吗？应该基础样本还是有差，差在技能上。哦，还有虎落，别是 kill 吗？啊，哎呀，是这样子。哦，这
这个是，他这个不是后吗？后轴来位移，是他的什么？是他的防御重击吗？对，他的防御重击。哇哦，好像有点屌哎、欸。要去哪？入口，我要买招式。啊，对不起，玩错了。感觉它好像是以地面为重，这样的话我可能要多买一些那个普通清泉或者是那个地面系的招式。我不敢按攻击。按啦、啊、按啦、啊，没关系啦。哎呦！你入って、俺と戦うんだ。可以买吗？好像没有。那个普通可以啊，那没不行，不能买，买过了。买完了，你等一下可以先囤一些那个，囤一些补品在包包里面。这个是空中。我怎么觉得是这个人，这个人的招式好 Kitty 哦。就这样子，先把重度买下来。就这样子吗？然后，果然这游戏的重点跟一代一样，重击比较重要，普攻都不重要。嗯，对，重击比较重要，普攻不重要。マジすげえぞ。不会吧？我可以全买啊！你就买啊！你有办法去买。世界を打ちのめ世界。呀，他的那个普通攻击的那个，好像一开始就给你了，五连段那个一开始就给你了。犄角是不用买普攻的，我这么爽。我要按那个排球拳按不出来。可以买排球拳吗？还是没有？你刚我不知道哎。就是杀虫那招。哎、欸。我有人。没关系啊，那个直接瞬移过去的还可以满血，对不对？我绝地毒妇还可以满血。给妹子快用哈咪哈！看一下计表。哈密哈密哈，有杀球吗？没有，看起来是没有。好，没有，你没有买。哎呦！我只有打到你。走快推！打不到这个判定。不心急 ，I'm so sorry。你是不是心急？因为一直都是在别人打完的时候突然补一刀，然后把别人打死。把队友打死！我没有，我没有，不要乱说。太心急了。都选错了。要去哪？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绿色那个。绿色那个。
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才没有故意，我没有故意打他们哦，不要乱讲。嗯，只有两条路哎。对啊，走到上面，要看地图。好啊，在右边哦。上面不知道有什么。对，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了。刚刚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打到，请问那个是你的回力镖吗？没有，没有，刚刚那个是那个是他打到你，还有掉血，靠背中间有个洞。我刚刚就说中间有个洞啊，没有的理由。我刚刚听到啊，啊左边左边看到。我没有想到是那一个中间，我没有意识到那个东西是洞。等底线，底线是从那个远端啊。今天见的远端游玩，但是你沿途是长生树。出られるよね。休憩したいならこことかどうよ。この不気味な檻に入れっていうの？檻の中とか一番安全じゃん？怎么箱子打不开？有动画。红的。嗯，那这上面还有吗？它是个别分开的吗？对。到了。知道了。箱子没出过东西，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狗。按错了，拍谁？嗯，啊，我现在卡着了。你是上面啊？不是，我刚刚不管是往右还是往下，我都会下去，所以我刚刚说我卡着了。有兵无人的游乐园。嗷嗷嗷！哦，这个有点。じゃあまたな、泣き虫ちゃん。等一下，这为什么这感觉像是？我好像在哪看过？好像在哪看过？阿花妹妹这样。现在还不跟他讲话。还在跟他讲话吗？应该不用啊。哦，啊，应该不用吧？哎呦！我想看他那个会怎么样而已。走下一张地图，应该是伙伴吧？右边有吗？你右边有路哎。那个商店是什么意思？那个衣服是什么意思？装备店。哦。啊，对不起。下去，我的钱。那个是，
那不是收集要素吧？就跟一代一样的，有什么雕像之类的。看来不像。这可以接招，可以啊。お化けなんていないっての。でもそこにいるじゃん。はいはい、勝手に言ってれば。まあここも休めそうっちゃ休めそうだけど。だって幽霊と一緒とか一番安全じゃんとか言ったらしばくからね。まだ行ってないし。あ、商店。商店。さあ入って。回復。ちゃんと押してからね。ああ。可以用三温暖。可以吗？我买，我买，我有239块。对啊，给他买。好哦。ラディカル。好了。落ち込んだ時はいつでも来なよ。那个男的好好，你好色哦。右边有东西吗？没有，刚刚那边。哎，上面有个可以对话。还是我看错了？我看错了。有吗？我看错了，我把他的脸看成对话框。主角看不到鬼，但搭档可以。都 Q 口看不到啊！嗯，是要往左边吗？没有没有，在这边。嗯。啊，又是这个，这个。啊、靠腰。不要往下，这样的话好挤哦。哇，好像一代的那个什么，一代的那个。人魔天轮。不行，不能拉到他视角，一拉他就完蛋了。哦，哎呦！靠腰，我在下面的。不要想不开啊！对呀、啊，不要想不开啊！我坐下一半。是怎样？是怎样？啊！不是要打，是要跳过去哦！哭啊！哭啊！我还以为跟一代的那个摩天轮一样要搭上去打人呢。我逃了。对，哎，对不起。もしかして迷った？迷ってない。じゃあここがどこかわかる？わかんないけど、だからって迷ったって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し。这是什么东西？啊屁呀！我一过靠过去，你给我醒了。啊，他比输哎！啊，往哪？往下？往左？往右？右边是什么？到。嗯，我
上还有耶。欸，怎么只有一条路？那刚刚的往下跟那个呢？我们先往右边看一下好了。走吧。嗯。完了，这个。咕噜咕噜してない？哇，有僵尸。咕噜咕噜でもいいけど。黙って足動かして。好屁靠腰啊！看我直接被抓死。下面有洞，下面上得来吗？哦，你也可以悬空了。像那个什么 Minecraft 的那个什么灵魂杀，好像被主兵打上去了。灵魂杀，可恶！真的好像我掉下去了。This way， 往右。很吃配合，对啊。你拿的是开 TK 就很厉害。哎，真的吗？あるとすれば、不気味な森で遭難して死ぬことくらいかな。一发地我飞不上去，哭啊！哦哦。我们上来打好了。对啊。啊，动不了哎、欸，真的是他妈动不了。真的是灵魂杀。左边还是右边啊？看一下地图。这是迷途之身是不是啊？是不是要继续往右？没有，那就是往这。我靠，他从下面上来。我、哦、这次好硬哦，这个，好硬，僵尸超硬的，嗯，那什么，啊、毒物，好气死，娃娃地瓜。啊啊！好坑，各种 TK。吊伞安安。
我被打到。你被你后面的那个打到。哦，飞刀手的那个开启。哎呦呀！哎呦，什么鬼？我什么都看不到。算了，去下去下一个，你要没血了，去下一张地图。啊！小心！被挤了，对。我们回来了，五、哦，好换了，换图，这样就可以满血。好，人家多人是要这样玩的啊。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有迷途自身的感觉，就是他就不跟你讲正确的路怎么走。那我来过这里吗？有，这是我们来的第一张图。你说上面吗？上面好像没。哎，干，我被打下来了。我卡住了。上不去，什么东西？那符号是怎样？太混乱了。对，太混乱了。上面，上面，上面。是走这里吗？我们刚刚好像走过这条路了。是吗？哦，那我再回去。来回去又变不一样的路，左边啊！咦，原来只有背景音乐。去了，后来呢？是这里吗 ？That way。看一下地图。哎、欸，看不到啊！还有那个耶，你有看到他有那个吗？左边有一个符号，对不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往左了。啊！我死掉了，我进不去，快去下一张地图。我死掉了。上不去，我上不去，我被这个东西卡住。啊！中间有一棵树挡着，你先往下吧。还是换一只新鲜的比较快。明白，明白。哎，换一只新鲜的。OK。啊。哎。还是往左边。这个是怎样？那是往下，还是往右，还是往？这里吧。等一下，你们去。哦。啊，来不及了。待会是左边的耶，哎，待会 this way 是怎样？右边还有个 this way 的牌子。我想都是骗你。哎呀，没关系，我先帮你换一条新的。好。
到底是往上还是往右？右跨博，跨博，停在跨博。他标哪边应该就是哪边了。好吧。问号问号问号。问号是没有来过的。应该不是吧？有这边来过，这边来过。这边好像没有老师在打。嗯，这边没土势。先不要拉你们画面。没关系啊，上来了。这边是网在这里。哎，这个是刚刚那边吧？那这边的呢？嗯，不是这个，不是土势。嗯，不是一样的吗？嗯，对啊，快快的。嗯，我们在回圈了。对啊。那标的地方是哪个方向啊？啊，是我们来的记号是吗？中间 被左右两边的人打来打去。OK。整个大区就是对，就整个就是迷路区、哦。我们要找到那个，所以还是要跟着他那个走的。不知道。我们刚往上也是错的。嗯。会不会有那个？那，然后嘞，刚刚怎样？走下面吗？我们这边的往上还没走过，这边不好走。左下有路。啊，新的地方。迷うとかおかしいって誰かに呪われた。啊，我这是属于掉下去。我掉下去了。你说的没错，的确掉下去了。别，我用 Danger， 那就下去看看啊。看来，看来是不行。左边，左边下面看到了。右边有路，右边有路，下面右边有路。这边，这边。左边，哎，左边也有。等一个。不是我在哪里？我看不到我在哪里。你想去自杀？哎。等一个。左边，左边。左下右。回来了，回来了，我们回来了。这边有没有？就是往右。靠一下，他刚刚是不是要踹我？然后什么？往左下。左下嗯、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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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嗯？哎、欸，快点！为什么卡？为什么卡？我想到了。啊！
啊，先左边啊，对不起。哦，走到正确路，它会有标记啊。帮我往下。右边呢？可以有右边吗？就去右边。哎，不对，就是下面。嗯，对。跳成救人那个是什么？啊，出了吗？出口。出去了，出去了。好了呢，迷ってないって言ったじゃん。それか一周回って道合ってたとか。それはない。还是不该练战，我们将军超硬的，就这样打。我的木，我进去看一下，感觉是终极战，应该这样的。不是，没有哎，哎，不要挤在这里。等下，这尸体去掉下去就死掉。哦，可以走。啊，对了，可进可进。二代好像没有相对一代那么多锁屏的地方。但其实还是差不多的。ようこそ骸骨マーケットへ。まんまじゃん。いやいや、きっと君の感が鋭いのさ。求你配合。啊，商店，看一下好了。我刚是被打球。对。ここでの命の保証はないがな。加能力耶。阴影比例。加能力。当然是 ST 先点啦。好贵哦。你可以先留着，顺便当补品。それは呪いだ。そいつは魅惑的だぞ。面白い。見つかったか。面白い。玩错了，你都全部都吃吃吃耶！面白い，玩错，应该这样就好了。死ななかったらまた来てくれ。什么？骷髅哥？哦，是地下室卖那个的吗？不是，不一样，不一样。ずっとそんなテンションなわけ。感觉应该就是在捏他线吧。我也觉得捏他线。不是。この店何売ってんの？普通の店じゃ手に入らない珍しいものさ。まあ、この地下もね、クロウ哥的弟弟吧。商品は向こうの。弟弟、那就是那个谁。那个うちの値段に勝てるかな？向こうの価値じゃない？派普勒斯，派普勒斯哥哥，哦、派普勒斯是哥哥吗？不是圣才的哥哥吗？圣是弟弟，圣是弟弟，什么？居然，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以为圣是哥哥哎、欸，因为他的个性就很哥哥啊。没有啊，有吗？我觉得他的个性很哥哥啊。没有啦，个性就不好说。
絶対嫌だ。どこにそんな余裕あんのよ。本当か？ありがたい。カードはこの近くに光って浮いてるはずだ。好多支线哦，这个支线比一代多超多的。飘在空中会发亮，是不是听到好的那个卡？塔罗牌22张，当做之后开始吗？还是只有在处理？看啊看啊，反正就是先收集嘛。三合会城，哎，你在干嘛？可以直接标记啊。啊！你的直接被我打进水里面了。他直接跑到后面，不见人。有卡哎、欸！卡耶！タロットカード見つけ。タロットカードね。タロットって何？今はそんなのどうでもいいでしょう。我怎么站着就生的呢？为什么？不知道。他好像要打那些物件才会掉哎。我发现一个小技巧。你们可以先按住防御，再按住攻击，然后再把防御放掉。嗯、啊，说的也是，感觉不会往下。这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吗？还是不太对？那个小木屋的那个地方。哦。按住。嗯、欸。你想装的是？所以现在是我看一下。嗯，就是这里了。往右还是往下？还是跳那个洞？跳那个洞吧。可以看一下任务啊。熨斗山。嗯，这样。为什么回城的路上还要得走这个森林吗？我的天！好了，塔罗牌掉到各个很多地方哎、欸。那你对了，好远哦！另外一条线的，又是另外一条线的。哎、欸，找猫的是另外一边，是上层那边。我就说，可能这个二代流程比较长、欸，所以才会有长生处。配件全部都没了。啊、你刚换角色啦？我没有换啊。我说夜明子。哎，是你的那配件全没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对那种。那种推销电话就打到我这里。等下这坟墓可以打。升级了。你掉下去了。嗯，没有，下面不是这里。往右。
有了有了，二つ目あった。これって何？我们要在这边找到二十二张哦！哇哦！每个地区都有吧？我刚刚看他说三合会那边也有。他靠那个洞哦！看不到，真的他妈看不到。OK。看起来跟一般的土没有差别，谁看得出来是洞啊？不能挖他吗？哇，还挖的那么好，我差点下去。跳的没比较快。对，跳的没有比较快。下面还有。上面有神秘。嗯，这不就来哥哥吗？黄金の猫買った時の店員さん。元気してた？骸骨さん。ぼちぼちってとこだね。骨の折れる毎日だけど、なんとかやってるよ。言ってるのが骸骨の化け物じゃなけりゃ、まともに聞こえるんだけどな。まあそれはともかく、こんな森の奥まで何しに来たんだね。マリアンって友達がここで怪しい催眠術かけられたらしくって、誰の仕業なのか調べに来たんだ。マリアン。初めて聞く名前だな。飼ってる猫の名前。太不像了。なんか隠してない？いいな。仕方ない。話してやろう。君たちはうちの店のお得意様だからね。我がまだ店を開かずに悪さばっかりしていた頃、何度かリー兄弟と争ったことがあってね。何で、そいつらの気を引くためにマリアンを誘拐したとか？まあ、我なりにコツコツと頑張ってたんだが、ある時ついに反撃されてしまってね。それからは誘拐はやめにしたい。